让我去拍一下第三季啊，20。这里有电路板，有英文的这个标识。这个东西黑匣子能不能容易这个粉碎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这里面有电路板，外面有硬壳，但是这个颜色好像是比那个橘黄色颜色重了一点点。啊，你看看他们的人员能不能判断一下。信号对吧？所以昨天我们找到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我派人在这里站了好久。这个信号照相传不出去，我本来想让他们确认一下。开会。啊，是我们，现在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昨天就已经报告了，报告说不能光看到这以后，咱们得搞清楚呀。对，看一下那个标题，就是我们那个发那个Voice recorder， 要不第二个上面，西利亚在下面，西利亚在那下面，货仓那个叫货仓那个。我们昨天是看这么多有，这是啥子？但是咱也是来这个号，不是，你看这个还有证号，因为是打电话没看到，因为正常说他不是，他不是可分子，